滚石摘星号，汇集滚石经典群星。喂，这是顽童你知道的滚石摘星号韩文限定版。夜观音，我是他的粉丝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就先在上面来。零九啊，天堂女神哎！无畏天气，无畏场域，很狠呐，风很大，更怀着对音乐的初心。说爱我，说爱我。我觉得创作有点像是在玩，很确定自己在干嘛。在海天一线的大地舞台，唱出属于华语音乐新时代的未来。我是新星啊，出发！每一颗热爱音乐的心。希望将自己的声音借由滚石摘星号列车走向全世界。我就像一颗小鸟一样，我现在正在孵化成长。你怎么上去？用真心创造新一代滚石音乐人的梦想旅程。喜欢让我抱着你，唱着最爱的歌曲。相互雕琢，打磨淬炼，在海天一线尽情歌唱的那一刻，重新出发，传承滚石精神，唱出新时代音乐人的故事和情感。齐心协力啊！我的妈，这个太荒谬了！走了走了走了！同舟共济，出发！乱七八糟！我不会开呀、啊，快点哦！头目在讲话喽，有点当头目不错。这就是滚石摘星后的魅力。头号新生的实力，坐火车，哇，好酷哦！这样子出场的人好帅啊！让滚石群星走进了一场极限青春的时光回忆。2023年10月28号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滚石摘星号》。